谢谢夏医生，也请为他鼓掌啊！谢谢。请夏医生移步到我的身边来，我想这首歌今天传给武汉也非常合适。好久不见，今天见到各位的笑脸啊，林谦老师。对于这位您最年轻的学员，今天的表现，您的评价是？山一纯，这个名字这很好听，歌声也有灵魂啊，这个像邻家女，只有18岁，而且他唱出了好久不见，也唱到了武汉的。